OK 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高院科大的哦。稍等，然后水量再过来，是放缓的哦。放缓的，放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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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自己来吧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好，对啊，放对，没错。哎，那个是带过那个线，哎，那个线，那个线是要挡挡住了。好，放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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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小心哦，老板！小心哦，上面人小心哦。来拉过来，拉过来，没有品哦。好，你们现在这个水位是可以的吗？需要调水位吗？需要调水位吗？需要吗？我在问，有没有人听不懂？好。好，所以现在可以测。好，来，那个我们请那个工作团队来测一下。我掉掉掉掉。那个你要弄不在，那个机器要把它弄弄，一个人抓着，一个人抓着抓着机器，一个抓机器一个弄不在。上来啦，上来，上来再弄啊，上来再电脑一下抓。王经理，你本人指导太多，好不好？这样会影响评审，好不好？影响那个比赛结果。我们这里呢，除了有佛心的那个评审之外呢，还有佛心的技术指导员。好不好？是不是要调整一下？啊，高院科教再调整一下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好好，来我们。佛心的指导员跟佛心的评审，我们让这个高院科大呢再调整一下机器哦。